行了。啊！你去收警，别管我。我感谢你来做我的查某囝，第三十几年来，我感觉真幸福。今日就准备死，就是让我囝做坏事。李老师，闭眼啦，别出声，阿婆会走来做咱电灯泡。我真正无想要失去余德胜，不管是我预知到的，也是我梦到，伊拢会倒伫我的面头前。那安尼，你即摆紧甲王亚芳的状况摸好清楚啦。也那无情愿，那是俩公开，甲你的心事拢公开。啊，你王亚芳哦，就直接倒去做家庭做贵族，伊嘛袂互你一条活路去。我那亚芳是错家的囡仔，只要伊哦替我甲王亚芳送出病院了后，后边代志哦，我敢处理就好。我爱你安尼做，那是为着嘲讽，嘛是咧替咱出气。死狗那是出代志，嘲讽爱甲所有钱拢打去。照你的个性。那就开向最贵啦！别提我的性命，甚至连我的后生你拢要伤害。你我即马要死，你敢会当老实跟我讲，到底是什么？我走不再上，好心女一辈要甲伊讲，请你给我一个指示。先行了。你去收起，别管我。我感谢你来做我的查某囝，第三十几年来，我感觉真幸福。今日就准备死，就是让我囝做坏事。